我一直挺想对你表白来着。如果今天我们能平安的出去，我就和你在一起。真的。嗯。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法，我就让他白刀的进去，红刀的出去。哎呦！摩天轮上面还挺男人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以前不男人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回家之后呢，千万别跟我妈说这件事情，就当没有发生过，可以吗？你是说所有事情都要忘掉吗？对啊，所有。我刚刚说的话你不记得了吗？说的什么呀？我刚刚说如果我们能够平安的出来，我就和你在一起。叶老师别闹了，当时呢我以为为了缓解情绪才说这样的话，可能我当时说那些的话不太合适，你也别往心里去啊。你什么意思呀？那个在摩天轮上面嘛，我以为你是顺着我的话才答应我的，对吧？我当然不是那么虚伪的人啊。那这也不叫虚伪，这叫善解人意。周一汉，你是不是怂了？你认真了？我当然没有认真。哦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就当我没有说过吧。嗨，认真的。你要反悔也来得及。走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小红书。